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是 Miss Vicky， 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来学句型，还是这一本书哦。但是今天我们学后半部分，老师会加上对话。老师会问你，他是谁？由你来回答，他是弟弟之类的。往下依次来说，我们看一下你还记不记得，他是谁？他是弟弟，对，他是弟弟。他是谁？他是妹妹。他是谁？他是爷爷。他是不是奶奶？他不是奶奶。他是谁？他是奶奶，他是不是爷爷？他不是爷爷。大家说的很好。我们请出我们的小朋友，小兔兔、小熊猫以及小青蛙，我们叫它蛙蛙。那我们一起来练一下这个句型。他是谁？他是熊猫。他是谁？他是兔兔，很好。他是谁？他是蛙蛙，很棒。他是不是兔兔？来，我们把整个句子说完整。他不是兔兔。他是不是蛙蛙？他不是蛙蛙，他是兔兔。他是不是兔兔？他不是兔兔，他是蛙蛙。你们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